虽然它有那么大，但它还没有长大，还是个幼鸟。你下次吃还是不吃啊？慢慢来练习，是适应一段时间然后再放飞。鸟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35个吧。通过保护鸟栖地来保护鸟，或者说就保护我们的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先来看一眼，因为老爹老妈不在家，所以我就给他弄起来了。对对对，这是老爹。哎，我们好，猫猫今天很乖哦。猫猫在那里。马朝红的家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这段时间他家里住进来一位不速之客。你下次吃还是不吃啊？还是个幼鸟。虽然它有那么大，但它还没有长大。但胸前那个纹已经出来了，啊、就那个雕鸮。这位不速之客的身份可不一般，他的学名叫雕鸮，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猫头鹰。雕鸮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马朝红的家里呢？因为当时就是因为端午节的时候不是刮大风吗？那天晚上刮大风，有可能就是它把巢里面掉出来了。掉出来以后，然后被老乡捡到。早上捡了以后就送给林业局了。这个小家伙还是只幼鸟，需要喂养，需要有专人照顾它。同时，然后说是不太好养的，当然不太好养，说捡你带回家养着吧。回家养一段时间不行，我们给它再放。我以为就是啊，养一养，可能就差不多，养个十来天可能差不多，直到养了一个月。马朝红是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湿地自然保护区就如同鸟类的天堂，那里鸟类繁多。马朝红从事鸟类监测长达20年，他对鸟的习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所以遇到需要救助的鸟类，大家首先想到他。就之前我们救过猫头鹰，我也养猫头鹰，我们原来养的时间短，我们也救过，那基本上都是成鸟，就幼鸟还没有养过，这第一次养幼鸟。看到这只受伤的幼年雕鸮，马朝红当即同意了同事的建议，决定把它带回家中喂养。请教老师，老师说买一些鸡肉，我去买的鸡肉，当时我用手喂它的时候，叨到手的时候还不太疼，就是觉得它那个嘴的力度还不够，就是还不太会用力。我正常情况下会这样悄悄的开开，看一下头，看一下。毛毛，你不下来吃啊？哎呦，昨天他没怎么吃，我就有点急。你看他那上面还有一个食丸。食丸是什么？就是他吐出来的。啊。这就是，所有的猫头鹰都会吐，就是吐这个食丸，他每次。消化不完的有骨头啊毛啊，它整个吞进去，然后就消化不掉的它就吐出来，所以几乎每天吐一个，就这么大的食丸，就证明它还好吧。在马朝红的悉心照料下，雕鸮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这让马朝红非常开心。我们就真的跟小孩是一样，跟人一样，特别逗，特别可爱。你每天早上起来看一下他瞪着眼瞅你，他不愿意搭理你了，就给你对视一下，我们俩对视一下吧。就这样聊，一边一扭不理你啊，就这样。他第一次听到狗叫，他很好奇，他就这样，点那个脚，就是一直扒着往上看。我们叫他好奇宝宝。雕鸮的伤逐渐好了，马朝红决定再观察一下雕鸮的捕食能力，待条件成熟，他准备选一个时间把雕鸮放归大自然。或是我们找一个空的院子，然后就是给他先让他在一个半开放的一个空间里，然后先适应一下，然后就每天放个鸡，然后放个鹌鹑呀，然后就让他自己慢慢来练习，适应一段时间，然后再放飞。这是。可能就是雕鸮的那个吗？为了将雕鸮尽早放归大自然，这段时间马朝红并不想和雕鸮产生太多的互动。其实对我们来说啊，我们还是更希望它能够回归自然，它可以自由自在的飞行，这是它最好的一个归途吧。
到了把雕鸮放归的这一天，马朝红和同事们来到了当初捡到雕鸮的地方。没有大鸟的保护，小雕鸮在野外生存会艰难一些，但是马朝红认为这只雕鸮已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虽然有些不舍，但还是默默地观察一番之后和雕鸮再见。鸟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你不管是它也好，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养的看到野外观察的那些鸟，和人真的是一样的。马朝红的父亲曾在原孟津县林业局工作，因为爱鸟护鸟，只身来到黄河滩区，成为了第一代护鸟人。那个时候条件有限，介绍鸟类的书籍不多，为了多认识鸟，父亲就记笔记，自己画图做标记。这是老爹的书，他做了很多的那个记录。老爹就说，你这鸟没有别的什么巧妙，就只有到野外多去看。从那时候起，马朝红的父亲将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在了对鸟类的保护上。他从毕业以后就到林业部门来工作，干了一辈子。95年的时候，因为在黄河上看到有打雁船，然后用那个雁枪，然后打死了很多大雁，然后他们就申报了这个自然保护区。马朝红的父亲曾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不法捕猎行为，在父亲和环境保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1995年，洛阳孟津水禽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2003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气太热的话，他们基本上早上就是4、5点爬起来，就要出去看。那你让别人，我总觉得老爹可能想着说是不太好央别人。那时候刚成立的湿地保护区急需人手，马朝红的父亲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因为那时候保护区刚成立，他就觉得没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下去做调查，就是没有人跟他一块儿学认鸟，所以你干脆跟着我一块儿学认鸟好了。1999年，马朝红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来到了湿地保护区，成为一名鸟类管护员。从此，黄河之畔经常会出现父女俩风雨无阻的身影。因为做调查，你不能怕吃苦，因为你看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可能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们都得下来看一看，因为它气候的变化，有时候鸟种也不太一样。最早的时候，马朝红和父亲是骑自行车在保护区巡护观察鸟类，每次的巡护观察，两人都会走走停停拍摄记录，观察寻找鸟的踪迹，有时晚了就到老乡或亲戚家中借宿，第二天继续赶路。原来的那个路是那个土路，我们骑车子去哇，灰头土脸的，那全是土，经常就是拿个水壶，然后背点水啊，带两个烧饼啊，或者带两个蒸馍，然后在河边，然后一吃就完事。这项工作并不简单，父女二人每天都要记录野鸟的种类，观察有没有新来的鸟类。就是你看现在，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多认识更多的鸟类。老爹就说，你书上看一下可以，但是更多的是要到野外看，就像认人一样，见得多了你肯定会知道。长期的野外工作使马朝红晒黑了，长壮了，但马朝红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反而更加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更爱这些朝夕相伴的鸟儿。成鸟啊，成鸟和幼鸟，然后这个苍鹭，这边刚才看到5只，还有刚才我们看到有2只，就7只苍鹭。池鹭刚才看到2。啊，斑子鸭，还有斑子鸭，刚才我们捡起来斑子鸭。我们自己要清楚自己的家底。你不能人家一说起来啊，河南有多少种鸟，或者是什么东西，你那有啥东西啊？不知道。每年的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物多样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基础。我国不断加大生态空间保护力度，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加强。烧饼的意义还是为了想了解一下它的一些习性啊。为保护提供一些建议。初夏时节，上万只牙沙雁飞抵黄河小浪底沿线水域，
在黄河洛阳段南岸的崖壁上筑巢安家，它们时而在水面上翩跹起舞，时而在洞巢内抚育幼雏，场面十分壮观。它对它的栖息地还是有一定的要求，一个是要有水面，二是有合适的土崖。黄河岸边的崖沙雁是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几百只到目前的上万只。随着黄河沿岸持续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此栖息的鸟类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黄河湿地渐渐成了鸟类栖息的天堂。成千上万只的崖沙雁在黄河的沿线的土壁上然后打洞筑巢，今年的话好像比去年的数量更多。然后沿线到处可见崖沙雁的巢和崖沙雁的飞舞呀，在这繁殖呀。它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指示物种，一个指标。马朝红的父亲已经退休，因为身体原因现在不能再到处巡护观察鸟类。你想一个正常的人，你天天在外面跑，突然一下子你不能走路，你想就这个差距特别大。马朝红一如既往继续奔波在湿地的每一个角落，无论酷暑还是严寒，每当观察到珍稀鸟类，马朝红都会兴奋不已。前几个月吧，然后马老师在那个东滩，然后监测的时候发现一只流苏鹬，然后这个鸟非常不常见，然后马老师为了观察这个鸟的生活习性和行为特征，然后就一个人到那个河中间的核心岛上，然后带着那个伪装网，然后在那一坐就是一下午，那么热的天。在看到鸟的时候，就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真的是值得的。到了晚饭时间，马朝红的爱人回到家中开始做饭。他平时主要也忙哈。啊，在家次数不多。不多哈。轻易不愿意家。因为有了家人的支持，马朝红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回到家中的他也都是忙着整理鸟类资料。现在就是鸟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基本上我回去可能谈论的更多的也是就是这个，就是在家里面又整理一些图片呀，翻一些鸟书啊，所以我到处都是说书啊，乱糟糟的这些东西全部有关鸟类的东西。在马朝红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来保护区的鸟也越来越多，环境也较之前有很大的改善。在户外，每当又发现了珍稀的鸟类，马朝红都会兴奋得像个孩子。是什么？哎，那是大鸟。那个是夜鹭，刚才让你们听那个声音是大杜鹃的声音，现在听这个声音，喳喳喳喳喳喳，就这个声音是东方大尾鹰。它就是大杜鹃，就是把它的蛋下在那个东方大尾鹰的巢里面。迎着我们飞过来是斑嘴鸭。啊，我们走习惯，走到。背上背包，挂着望远镜，扛起照相机，马朝红带着干粮和设备，在保护区里来回穿梭。巡护的路线之一，这是一个点嘛，监测点。你看那个燕子，哦，这是夜鹭，你看又飞了。说到这些鸟的习性，马朝红就会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有时在巡护观察的过程中，为了这些鸟儿，性格温和的马朝红不惜和别人争执。三个学生去河边去采土样，因为他刚好就在崖沙雁的巢旁边。他们去了以后，燕子都不回来，他把人家洞口给堵了，所以我都很气愤，我跟他们吵一顿。后来就是老师知道以后，老师就说，哎，没事，我们一定会注意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如果看到有鹬雏的鸟，如果在春天的时候啊，然后看到有鹬雏的鸟，我们尽量不要告诉外人，我们尽量想要远离它。环境好了，鸟变多了，马朝红在工作中享受到了乐趣，在这个过程中还结识了许多爱鸟的朋友。马朝红和这些爱鸟的朋友一起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呼吁大家保护鸟类，保护环境。
你比如说是我们到隋唐植物园里面，然后拿一些折页呀，拿一些单筒啊设备啊，会让市民然后去看，去那里面游玩的人然后去看，就是我们想还是能影响一个是一个，就说是通过大人也好，通过孩子也好，通过这个大家来看鸟，来真正的来认识到一个鸟，就是唤起大家对保护鸟啊，保护环境的一个。每年的中秋时节，候鸟开始了迁徙之旅，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段变得越来越热闹，每天都会有迁徙鸟类飞越故地，或者在此栖息停留。我的愿望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鸟，关注我们的环境，然后希望有一天，然后人跟鸟可以和平的相处。现在在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段，随便一天能看到的鸟类就达到60多种。有一种小鸟名叫黄胸鹀，又名荷花雀。黄胸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自然种群减少了90%以上。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之后，人们加大了对黄胸鹀的保护力度。现在在马朝鸿的镜头里，就有不少黄胸鹀在水草间觅食嬉戏。国家现在对环境保护这一块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来做这一块嘛，然后我们下面还是当地的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治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我们这边就是蓝天碧水，就是鸟语花香。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大的财富。